水利会玻璃工作站大楼全新落成启用，今举办简单的落成庆祝典礼。市政楼馆的新办公厅舍，除了一楼和四楼的部分空间作为办公使用以外，二楼和三楼总共有13间房间将用来对外出租。这也是近年来南投龙潭水利会多元化经营的重要方向之一。第一点呢，要把咱的土地合法；第二点呢，要把咱水利会以前是农业社会，啊，这届呢，渐渐接近哈，咱的多角化经营哈，所以哈，把咱的水利会的经费呢，会当搁增加哈，啊，咱除了咱一楼当作咱的办公厅以外呢，咱的二楼甲四楼哈，咱有当作13间的咱的套房哈，要来承出租啦哈。水利会目前伫玻璃镇，连同这栋新的办公大楼在内，已经有48间套房出租。如果连同雾峰、甲县内其他乡镇出租的房间数将近170间，一年租金收入就达到2000多万。事实上，近年来水利会多元化经营的脚步是相当紧，水量大的人口大圳将是水利会开辟财源的下一个重大目标。水利会表示，出自仁爱乡惠顺拿场内山的人口大圳，未来将朝向矿泉水生产以及水利发展事业的方向来进行。我们水灌溉以外呢，或者会更加更多的一个利用的计划吼，要来当作咱的矿泉水吼，或者咱的风景区嘛好啦吼。我原来会让找到咱的水利的专家吼，啊来参考咱水利会发来吼，所有会当吼用到水利发电的吼，啊来实现。啊，若要搞咱的电的发电以后吼，啊会当来吼咱的电力公司吼来个卖好因。水资源是水利会多元经营的上大本钱，除了能够大圳的水量以外，要能够大圳伫修复时所用到的温泉水。水利会已经完成接管，只是温泉法的规定以及水权取得等问题也伫进行。如果这水资源开发利用顺利推动，对南投龙潭水利会的未来将带来非常可观的营运收入。记者王兆成采访报道。